的话呢，先跟大家介绍电子书的哈。其实我们上下学期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软体，那只是上学期的话，因为都是以影像处理为主，所以就是照片居多。好，那我们有用过很多方法，看到这个不管它了，反正你会让下一步，下一步就会成功了。好，好 ，OK 的。好，那你看一下呢，它也会自动打开，也会在你的桌面上，有没有？也会产生一个 VNet， 有看到的哈。好，那么这里呢，我先把它执行一下。好，已经在用了哈。好 ，OK， 这个也是简体的哈。我们今天就刚好介绍两个。好，那你进来之后看起来不太难，好，不太难。那么它里面呢？你安装完成之后，它在这边，我们现在已经是新建了哈，你可以从这里增加页面，有没有？好，增加页面，这边是你的杂志哈，你的杂志，你可以从这边增加一个页面。那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就是你从这边，哎，等一下哈，按右边就好了哈，增加页面。增加空白的页面就好了。好，看你要增加几页哈，假设我先增加一页，这边就多了一页，好，多了一页哈。那预设这个是封面，所以你可以编辑一下它，按一下编辑，好，点它，那就好。编辑页面，你可以在这边增加你的照片，甚至视讯，好，视讯或者是一些特效。那我们先简单的，我可以先把照片放进来。那我可能会希望说你的，既然你要做杂志嘛，总是要有个封面，对不对？我现在先还没有啦哈，但是我们建议各位日后的话，你可以建个封面，像我们里面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图档了哈，比如说影像处理的，好，假设找一张，那要进来了。不过都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你待会要做的话哈，最好那个照片的尺寸啊。这样能够怎样？因为这样很大，有没有？可是我电子书有没有那么大？没有，没有那么大，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你最好在外面先说，就是说到适当的大小哈，不然你在里面做缩放会比较麻烦。它这边也有缩放，有没有？只是说你在里面缩放的话，你要花一些时间，会比较不容易了哈。这样有没有越来越小张？有嘛，对不对？好。你就看你要摆哪里，好，那这个你加一张加两张没关系，我就先按完成。好，我现在已经有一张了，那我怎么知道我的杂志尺寸是多大的，对不对？你可以先来这边有一个叫设置，你可以先看一下，其实我们杂志的大小就在这边，有没有？一定会这些吧，但是我页面只有950×650，你看我们的书是不是旁边我会留白，对不对？所以虽然我的杂志是那么大本，但是我不会做它那么满，一定要留白一些哈。那它呢，你还可以分，就是你是左边右边，啊，左右页的，我看一下在这边，这里还有其他的设定哈，但是我想今天先暂时，我怕等一下时间不够哈，暂时这边。它预设的话是杂志的封面在右边。我们一般大部分由右边往左边翻比较多嘛，还是你们从左边往右边翻比较多？你们看看你们的书啊，课本应该大部分从我们一般外面看到的书应该从右边翻过来比较多吧，对不对？对啊，课本从左边翻到右边吗？都有啦哈，但是就是看你自己习惯了哈，都没有关系。好，假设我要做好的。我可以先摆个，甚至你可以加上音乐哦。如果我在看这一张的时候，我可以搭配一些音乐哈。那我现在先暂时用预览的，你先看一下，有没有这一张进来了？那因为我现在只有一张哈，所以没办法直接下页。那我先退出，我再加第二张进来哈。好，你看回到编辑这边，我再按右边增加，你可以直接插入照片哈，直接添加页面了。假设你要的就是完整的一张。那个直接叫照片进来，这样也可以。那我们当然是增加空白的，你就是再来里面做编排，都没有关系。那我现在呢再增加，
我多加几张了哈，那事实上意思是一样的。好，假设这样，我们先预览一下。第一张封面下一页，有没有翻页？对不对？可是这一张又很大，好，没有说到适当的这翻页，这样有没有简单？这样你了解吗？那最后一页的话，因为我们刚刚是右边一半嘛，所以最后一页会是什么？是左边一半，对啊对啊。好，所以因为我这张照片比较大，所以它会变成撑开，所以这个就很简单。好，那它本身没有自动翻页的功能，好，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那在下面这里有一个可以回到首页，回到首页，那就回来了。这样了解了吗？你做这个的话呢，我们最后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什么 ？ESE 的档案，就是一个执行档，那你就可以带着走，你不需要这个程式，它也可以发布成网页上的。好，网页上的就是 Flash， 那么我们在网页上不有看过那种单页的那种 Flash 吗？哎，就是像这样子啊。所以我先稍微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想下次就是说再让多有时间你慢慢去做这样子，好不好？那把他们还给各位喽。我们也希望说，在下学期的话，我们上的是这个视讯的部分，你也可以有时间去做好你自己的，啊，做好你自己，那在你的电子书，大家要看就很方便。